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所谓的我到底从哪一刻开始存在？是在妈妈怀孕的第几周，还是当你第一次有梦？有人说意识来自灵魂，有人说只是大脑的幻觉，但最新的科学告诉我们一个更惊人的可能，意识可能根本不是属于人类的东西，而是一种存在于宇宙每个角落的量子现象。换句话说，宇宙可能也在想事情。你没听错，科学家真的在研究宇宙的意识，而这个研究可能颠覆我们对生命、灵魂甚至现实本身的理解。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故事要从1989年说起。那一年，英国的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发表了一本书，书名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皇帝心脑》。他在书里提出一个疯狂的观点，人类的意识无法被计算。什么意思？简单讲，再聪明的超级计算机都无法真正理解自己。它可以分析、推理，甚至模拟情绪，但它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正在想。这句话乍听像哲学，其实背后藏着一个让所有科学家头疼的难题。如果人脑只是由神经元放电组成的机器，为什么它会有主观体验？想象一下，一台机器能说“我爱你”，但它真的爱吗？它能输出爱这个词，却没有感受到爱的那种温度。我们人类却能在失恋时感到疼，在思念时失眠，那种痛苦不是程序可以复制的，这就是所谓的意识硬问题。彭罗斯说，人类之所以能体验世界，不是因为神经元会放电，而是因为在更深的层面，量子层面，我们的脑和整个宇宙发生了共振。听起来像神棍，但别急着翻白眼，因为30年后，科学家真的在脑中发现了量子现象。故事往回一点，1995年，澳洲的认知科学家扎尔莫斯提出哲学僵尸的假设，一个人外表跟你一模一样，能走能说，但内在没有意识，你看不出他和你不同，可他只是反射动作的生物机器。这个问题让整个神经科学圈炸锅，于是彭罗斯的理论被重新翻了出来。他说，也许意识的源头根本不在神经元之间的电信号，而在神经元内部那些比细胞还小的微管结构里。这些微管可神奇了，它们像是细胞内部的骨架。但彭罗斯和一位麻醉学专家哈梅罗夫发现，麻醉剂的作用点居然正是这些微管。换句话说，当人被麻醉意识消失的时候，微管活动被抑制，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意识就藏在这些微管的量子活动里？于是他们提出了量子意识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意识并不是神经信号的副产物，而是宇宙基本结构的一部分。每当微管内的量子态坍缩，就会产生一个意识瞬间，无数这样的瞬间串起来，形成了我们连续的思考。你现在听我讲，感受到疑惑，脑中闪过真的假的这三个字，都是因为那一刻大脑里的量子态刚好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现实。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黑客帝国？没错，这个理论让人怀疑我们所谓的现实可能只是一连串被意识选择出来的量子结果。彭罗斯的理论后来被很多人骂疯了。 MIT 的物理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算了一笔账，说人脑的温度太高，环境太杂，量子叠加早就会被干扰消失，不可能在脑里维持量子态。但你知道有趣的是吗？20多年后，科学家真的在实验室里捕捉到大脑的量子信号。就在2022年，爱尔兰都柏林的物理团队发现，人类大脑在清醒状态下会出现类似心跳同步的量子震荡，而在麻醉后这种信号消失。也就是说，意识消失的时候，量子活动也停了。这个发现让彭罗斯的理论从笑话变成也许真有点道理。如果大脑真的是量子计算机，那问题就更大了，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思考是不是宇宙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宇宙里思考，而是宇宙在用我们思考。听起来很浪漫吧，但也有点可怕。如果宇宙有意识，那它有没有情绪？有没有偏好？我们所谓的命运，是不是只是宇宙在一次次量子坍缩中选择的结果？而你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宇宙的一次实验。那如果意识真的是量子现象，我们是不是其实根本活在一场共同幻觉里？想想看，你现在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闻到的味道，全都是电信号在你脑中被解释出来的东西。
而那套解释系统如果本身就是量子层面的叠加与坍缩，那我们所谓的现实其实是一种动态的投影，更精确的说是宇宙在用你的意识去观察自己。这听起来很玄，但很多科学家都在暗地里承认这种说法越来越有逻辑，因为量子力学里最神秘的现象观察者效应早就暗示了一件事，没有被观察的世界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当没有人看着它时，电子既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它处于叠加状态，而当你去看它时，它才坍缩成一个确定的位置。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观察会创造现实，那谁在观察意识？于是有科学家开始怀疑意识并不是大脑的副产品，而是物质存在的前提，甚至有人说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在自我观察。你听到这儿可能笑出声，宇宙自己看自己，但这话背后藏着一个最古老的哲学问题，如果没有人存在去感知宇宙，那宇宙还存在吗？更可怕的是，有实验已经在暗示这件事。1978年的延迟选择实验，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发现，我们在现在时刻做出的观察会改变过去光子的行为轨迹，也就是说，你此刻的意识能影响过去。那是不是代表时间本身也是意识的产物？有趣的是，台湾的神经科学界其实早就有人开始怀疑意识的非线性存在。有位研究脑波的学者说过一句很惊人的话，大脑不是在产生意识，而是在接收意识。就像电视机不是制造节目，而是接收信号。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其实都只是调到不同频道的收讯器。频道清晰的人就叫天才，频道乱掉的人可能被称为精神病。那这信号从哪来？科学解释不了，但如果把它放在量子框架下，似乎有点合理。意识信号存在于宇宙的量子场中，每个脑只是暂时的接收节点。你死了，机器坏了，但信号还在。意识只是从一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这是不是有点像佛家讲的轮回？或者像爱因斯坦说的那句名言，能量既不会消失，也不会被创造，它只是转化。如果意识是能量，那它也不会消失，死亡不过是一次频道的切换。不过别急着浪漫，科学永远残酷。彭罗斯提出量子意识理论之后，被 MIT 的物理学家泰格马克狠狠打脸。他算了一笔冷冰冰的数字，大脑温度太高，噪音太多，量子叠加早就会被打散，根本无法维持量子态。他说，人脑想维持量子纠缠，就像在风暴中点火柴，不可能。一时间，全世界都嘲笑彭罗斯，说他把量子力学神化成灵魂学。但彭罗斯没退，他说，也许你们的数学没错，但你们忽略了一件事，宇宙的根本规则还没被写完。时间来到2022年，剧情反转，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研究团队真的用核磁共振扫描出了脑中存在量子信号的证据。重点是这个信号在清醒时存在，麻醉时消失，当人恢复意识，信号又回来了。也就是说，意识和量子现象真的同步，那一刻，全世界的科学圈安静了。有专家说，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可能得重新定义生命，因为这意味着意识不是偶然，而是宇宙的必然。你想想，这个理论有多颠覆，它暗示着宇宙在用生命体体验自己。当你在思考，在爱，在恐惧，在挣扎时，宇宙也在通过你感受这些情绪。你不是在观察宇宙，而是宇宙在借你观察自己。这听起来浪漫，但也让人毛骨悚然，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没有自由意志。你以为你做了一个决定，其实那只是宇宙在你身上运行的一次量子坍缩。更刺激的是，很多脑科学实验正在逐渐验证这一点。加州理工学院有个研究发现，人类在意识到自己做决定之前，大脑其实已经提前 0.3 秒做出了动作。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是我决定，其实是决定已经发生，而我才意识到。如果连选择都不是自己的，那我是什么？你现在能感觉到那种微妙的不安吧？意识不是我产生的，那我是谁？大脑只是天线，那信号是谁发的？宇宙自己，还是更高层的意识？有趣的是，彭罗斯后来在访谈中说了一句非常诗意的话，当你凝视星空，宇宙也在通过你的眼睛看着自己。这句话让整个科学界都沉默了。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觉？某个地方你明明没去过，却觉得似曾相识，某个梦境的细节后来竟真的在现实里出现过。科学家称之为既视感，
但在量子意识理论里，这种现象有另一种解释，那是你曾经叠加的意识分支在量子层面留下的回声。换句话说，在另一个你没有选择的平行可能里，你真的去过那里。彭罗斯说，意识的坍缩不是连续的，而是一瞬一瞬的量子跃迁，每次坍缩都相当于宇宙做出一次选择，你选择去左边，另一个平行宇宙就诞生了，那个你去了右边。而我们之所以感觉时间在流动，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识不断在一连串的坍缩中跳跃，时间是意识对变化的幻觉。听起来像科幻，其实这已经不只是理论。麻省理工学院有个实验团队，用干涉仪模拟了量子选择的延迟效应。他们发现，当一个粒子的路径被观察时，它的历史会随观察改变，过去并不是固定的。那如果量子层面的世界能这样运行，我们的大脑作为一个量子系统，会不会也在不断重写过去？想想那种感觉，你每次后悔其实是意识在尝试倒带，你每次梦见过去的人其实是意识在穿越旧的量子轨迹，于是时间、命运、人生这些词突然都变得模糊。我们以为人生是线性的，其实它可能是多维的，只是我们被困在一个单一的观察角度里。那宇宙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如果意识真能影响现实，那宇宙是不是在训练我们？训练我们去认识自己。这话听起来哲学，但你想想，人类每一次科技突破，其实都是意识层级的跃迁。我们能造出人工智能，是因为我们在试图复制意识。可是最讽刺的是，当我们问 AI 你是谁时，它永远答不出来。它可以模仿语言，却无法感受存在。它没有那种我在的体验，那就是人类和机器之间的鸿沟。也许这道鸿沟正是意识的防火墙，让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自己，因为一旦你真的明白意识的本质，你就跳出了宇宙的模拟系统。对，这听起来就像黑客帝国，但别忘了，黑客帝国的灵感就是来自缸中之脑理论。如果一个人的大脑被放进营养液缸里，用电极模拟外界信号，那他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在梦中？现在你知道了吗？那种怀疑不是哲学幻想，而是量子意识理论的延伸。每个意识都在自己的量子缸里生活，你眼前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你意识坍缩的投影，而所有人的意识加总起来才构成了共识现实。所以我们才会说信念会成真，因为集体意识的坍缩方向会塑造宏观世界的状态，这不是玄学。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曾经做过一个跨国实验，他们发现，当大量人类情绪在某个时刻同步变化时，地球的磁场会出现可测的微弱波动。2001年911事件当天，全球多个地磁观测点同时出现异常波动，而在那一刻，全人类的意识确实集中在同一个画面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意识不是孤立的个体现象，而是能在物理层面影响世界的能量场。换句话说，宇宙不是冷冰冰的机械系统，而是一个有情绪的存在。那它有没有情绪？有没有好恶？科学没法回答，但从演化角度看，它似乎偏爱复杂，偏爱意识更高的生命形式。你看，宇宙137亿年才进化出能自省的人类。那会不会宇宙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物质的膨胀，而是意识的觉醒？听到这里，你可能笑，说这太神了。但请注意，这种观点并不是宗教，它是一种科学上越来越难绕开的趋势。连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天体物理学家都有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意识可能是宇宙的第五基本力。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研究宇宙其实是在研究自己。有趣的是，很多古老文明早就暗示过这种概念，埃及的拉之眼，印度的梵天梦，甚至道家的万物一体，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意识是创造的根本，只是他们没有量子这个词。台湾有位哲学教授在演讲里说过一句话，特别震撼，也许宇宙不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而是我们集体意识的投影。听众都笑了，但那一刻我发现那种笑其实带着一点恐惧，因为每个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还算是真实的吗？你有没有发现，人类越研究宇宙越像在照镜子，我们望向外太空其实是在看内心。因为宇宙越大，我们就越渺小，而意识越深，我们就越接近那个创造者的位置。
科学家花了100多年用望远镜去看银河，用粒子对撞机去看夸克，却始终没想通最不可测的东西其实就在自己脑子里。意识的存在就像一个悖论，它能理解宇宙，却无法解释自己。你可以研究光，却永远看不到照亮万物的那盏灯。那盏灯就是我。如果意识真的是量子纠缠的产物，那每一个念头都不是孤立的，你的愤怒、悲伤、善意都会在量子层面留下波纹，扩散到整个宇宙。我们常说心念会影响命运，也许这不只是心灵鸡汤，而是一种量子事实。你的每一次选择真的在改变世界，那是不是意味着命运并非被写死？可能不是。宇宙像一场无限叠加的剧本，每个结局都已经存在。意识的作用不是去创造新结局，而是选择走进哪一个。你越恐惧越会坍缩到恐惧的现实，你越相信越能进入光的那一条线。原来信念创造现实这句话不只是励志，而是物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也像意识的觉醒过程。过去几千年我们学会掌控火、掌控电，现在开始掌控智能，下一步也许就是掌控意识。你看AI 已经能模仿我们的语言，但还学不会觉察。而我们最大的价值也许就是觉察能，意识到自己在思考，这就是奇迹。这让我想起台湾一位老教授说的话，他说人类的伟大不在于征服宇宙，而在于意识到自己就是宇宙。那句话我第一次听到时没太懂，现在终于懂了。宇宙不是在我们之外，而是在我们之内。我们不是宇宙里的尘埃，而是宇宙的一次呼吸。所以你不是渺小的，你想的一切、做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这场量子的交响里，每一次的觉醒都是宇宙在进化自己。也许这就是生命真正的意义，去让宇宙更懂得爱，更懂得自己。你有没有注意过，当你静下来，看着夕阳或听雨声的时候，会突然有一种时间停了的感觉。那一刻，你不再想过去，也不再担心未来，只是存在。那种在的感觉，就是最接近意识本源的状态。那一刻你就是宇宙自己。彭罗斯晚年在一次演讲里被问到，你真的相信宇宙有意识吗？他笑了笑说，我不敢说宇宙有意识，但我确定意识就是宇宙。台下安静了整整一分钟。是啊，也许我们从来没分开过，你看过的星空、梦到的人、做过的决定、失去的爱，全部都藏在同一个量子共振的网络里。我们以为自己孤单，其实只是宇宙在体验孤单。我们以为自己渺小，其实只是宇宙在低声说，我还在这里。所以别急着去找答案，有时候意识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用来感受的。你能感受到就已经参与了宇宙的伟大实验。或许当你闭上眼，不再问我是谁，而只是静静的在那一刻，宇宙就通过你完成了一次觉醒。